家好，我是九九。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如何将下载的 LUT 档案安装到 DS 中。调整阴影，高光。新增 LUT MODE 套用 LUT。打开 LUT 目录，将库备档案复制到目录中。选单，新增调色版本，再套用其他 LUT。显示四种版本差异。